楼凤台楼那，就每天白天的时候就在这儿待一白天，玩会儿。你玩吧，玩吧，玩。啊，你玩吧，给你来个衣服。这俩咬的可欢了，看，这俩小家伙这尾巴。逗死我了！这尾巴完美的遗传了小木杆的尾巴，你看，看看，这是你们大哥大姐们玩剩下的，该你玩了。现在估计也是磨牙期间。哎呦，哎呦，这小头甩的，你们。有一个玩具，他俩还热闹热闹，是不是？你别找我去玩去，给你大姐玩。给你大姐就在咬咬东西吃。哎呀，自己还没走利索，这咬了那个衣服，来回跑。干啥？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兴奋度可高了，这两个小家伙。啊，你叼这个衣服给我来是吧？是不是给我来？这两只小可爱。哎呦，哎呦。你又找我来了，你就玩呗。艾米在散步啊，艾米这个孕妇在散步。你要瞅着这俩娃娃，瞅着这俩宝亲一下，瞅着俩宝亲一下，亲一下。这是你妈不啊？啊，小宝。这是你妈不？听见没？亲一下，亲一下。你不亲，这不是你孩子是不是？你们别叫了，人家俩玩了，这俩玩的很嗨。进里边睡觉去啊！你看吧，知道进里边，你去吧。你老弟进里了，进里边了，你也去，你也去啊！很兴奋这小猫，今天就不像昨天似的了啊，不像昨天那么一直在叫，今天玩的很嗨，这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。看这镜头，然后这小性格，你看吧，也释放出来了。你看，小性格，真厉害。他要往那叼着，那个小公要叼着往里走。哎呦！这小猫释放天性了。
这两个小家伙，好兴奋，好兴奋！哎呦，好吃吗？那衣服啊，好吃不好吃？我发现今年这个冬天的这帮小狗啊都会甩头，而且甩得很厉害。你看这两个小罗威纳它也是那样，咬住你就甩头，跟小闪电一样。玩吧玩吧，释放你们的野性吧。这家伙熟悉了就每天白天来玩一会儿，然后中午这块啊就是天气很暖和，要不然在那个小屋子里边，是不是不跟这帮小家伙见面时间长了，在那个小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两个小性格真的太棒了啊！玩吧，有这11只大哥大姐们的陪伴啊，你们会更加的兴奋啊！